标准，不能骂脏话，不能骂脏话。他的规定实在太严格，太严格，对。哎呀，东西不行，端那个东西好大，叫不行，很凶啊，就很凶。男友必须随口随到，为什么？他在拉肚子。对啊，就这还要考虑吗？可以等一下吧。可是，那我怎么办？他说才能质量过来接你。